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中壢的实践路吗？对，实践路这边的、啊。然后我今天要来挑战一个让大家闻风丧胆的猪排饭。我之前是有看过那个女生，还有三元九片，他们都有来挑战过，可是他们目前挑战的成果都是被辣爆了。只是不知道等一下挑战的成果会是如何啊。然后在这之前，我有听观众的建议去准备冰淇淋还有味乳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就继续挑战吧。OK 啊，各位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他这边有一个是挑战，想挑战者请洽店员。然后今天我有带一个小帮手来啊，我就想说，等一下如果我挑战到这个到十分母汤的状态，他起码可以带着我回去啊，因为我今天开车来了。还记得上次我挑战大王麻辣干面那次，我是骑车去。我骑过去挑战目的地那边差不多半小时，我骑回家我花一个小时才到，你就知道多痛了。然后在这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先喝个胃乳啊，保护一下胃啊。但是他这个挑战呢、啊，他失败的话要付300元的挑战费啊，这是一个像是大胃王挑战一样认可自己的方式啊。如果我们食量没有比人家大，我们起码还可以用辣给自己一个认可啊。OK 啦，在做这个挑战之前呢、啊，刚刚店家拿给我同意书，要我签名。哇！哦，谢谢啦。好了，各位，他这个饭真的是有点浮夸啊。旁边有一座牛魔王，然后中间就是我们的挑战料理——咖喱猪排饭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帮你按下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各位，30分钟挑战开始。他这猪排是做大阪烧猪排啊。哦，好吃哎。只不过说这种挑战的分量是不是大上许多啊？就除了你要忍耐可以吃辣的程度，然后你的食量也不能太小。刚刚小帮手他的餐点呢、啊，跟我的餐点就长得非常不一样啊。哇，那我目前是想说先把不辣部分吃掉，等等我们再好好去迎接这一块很辣的部分。嗯，这个炸猪排搭配上美乃滋跟柴鱼的香味，我觉得如果今天是单纯以来这边用餐的话，这是很 OK 的猪排。不过难关终究还是要来吧，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吧。哼！哦，我靠！靠！哎，各位，我舌头才沾了一下就辣爆了。嗯。哦。Oh my god！ 这个辣直接辣到我整个舌根都很痛哎。我决定了，我们先把不辣部分吃掉，这一次把辣的东西都吞下去。
舌尖碰了那么一下，我就开始全身热起来，手开始发麻了。痛，一到十分，我给他十分了，痛爆了。不过他这边内用好像是可以加饭加酱的，但是如果是来挑战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够了，辣爆了。OK 吧，好痛啊！光是吃到沾到咖喱酱的饭粒，我嘴唇就很痛了。我们现在时间还剩24分钟，哇！我们把它拉起来吧。哦，飘起来这个辣味，好恐怖哦！那我们开课吧。好，可以的。哦。Oh my god！ 我靠！哎，各位，这真的辣爆了！现在我的下颚这一块完全是麻掉了，很麻耶。这个比大妈妈干面还要辣，我靠，好辣哦！有观众他说冰淇淋可以解辣，可是我觉得屁呀！哎，现在这个10分钟，我应该也吃不下去了，好痛哦！哦，各位，我现在身体不由自主的掏出了钱来。我今天再度提起勇气的挑战，我的勇气还有一半，我拿它来放弃这个比赛。哦，我现在手没有办法打开耶。
哦，我觉得我再吃下去会出事啊，我手真麻掉了。哦，谢谢啦。可是在这边哦，我今天挑战算还是理性啊，我这样吃半盘，我觉得身体麻掉。可是真的就是说，各位你们来挑战就是一种。给自己一种认可而已啊！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，就不要硬撑。好险，今天我带一个人可以开车载我回家了。不然我这个状态，我知道我开车会很危险的。我也很危险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拜拜。